灵气，贯通五组，真的治好了？还不放下枪？刚才失礼了，小兄弟一身本事，高深莫测，不知令师可在云海？师父，上一世万年俱焚，要是没有他出手相救，我恐怕早就成了一堆白骨。他还没来地球。没来地球？不说就不说嘛，还没来地球，难不成是外星人？按照约定，这栋别墅以后就是你的了。小兄弟要是有什么事，尽管来找我。云海市，我徐某人还是有几分薄面的。爸，这套房子我挺喜欢的，要送就送别的吧。晴晴，不可以胡闹。这里我只用来修炼，你要是不想搬走，就留下来吧。年轻真好。那是不是有个胖子在盯着我们看啊？赶紧走，赶紧走。福哥好慢，不会真的找不到路了吧？小哈，哪里来的臭狗？对不起，小哈弄坏的，我会赔你。你知道多少钱买的吗？卖了你也赔不起。娜娜，他朋友可住在天府豪园呢，这点钱他可不会在乎。对啊对啊，他可是出入天府豪园的有钱人，是为了装作认识有钱人，其实就躲在附近吧。真有可能。我想小哈就是饿了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不用，对不起，我已经说了，够了吗？那么有钱，不会真是有钱人吧？把钱收了，我倒是很期待他接下来靠什么吃饭。穷小子还装阔绰。你想干嘛？惹怒了我，贺天昊就是你的下场。管好你的嘴。就让你再嚣张个几天，天昊会让你后悔的。不好，等会儿恐怕要下雨。怎么突然间要下雨了？真扫兴。怎么办？巴士要明早才能来，真要下雨怎么办？天昊，快下雨了，你来天府豪园附近来接人家吗？等会儿天昊会开车过来，不过只能带几个走。真的吗？我刚好在天府豪园有一套房子，大家要是不介意，可以过去躲躲雨。天府豪园有一套房子？你不吹牛会死啊。福哥，是真的吗？才得到的。他们愿意来就来，不来就算了。马上就要下雨了，大家不如去看看，说不定是真的呢。快看，门卫都来了，这么大，这下打脸了吧？不知死活，非要装，这下好了吧？咱们还是自己想想办法怎么回去吧。算了算了，指望他？别开玩笑了。福哥，我们也走，要不然咱们走吧。走？都到了还去哪儿？原来是吴先生，这些都是您的朋友吗？不会吧，吴先生，这可是天府豪园，他怎么可能？里面请。福哥，厉害呀！天府豪园的别墅，这可是泡妞利器呀！大家还是先进去吧，快下雨了。厉害！没想到不是吹牛啊！不用回去了你。
老娘勾搭你的时候，你明明就是一个穷小子，没想到还藏着这么大一套别墅。无夫，你个混蛋！哎，对了，啊，吴先生还有什么吩咐？其他都是我朋友，除了他。小姐，麻烦您出去，未经许可不得入内。吴夫，你个混蛋！跟你势不两立。田浩，你一定要弄死吴夫，一定！你放心，人我已经安排好了。看我贺天浩的脸，下场一定很凄惨。哇，豪华别墅啊！哎，赶紧先拍个照。他竟然能有这样的别墅，是深藏不露，还是……哎，这不是许晴晴吗？还真是哎！啊，这不是酒店里的大锤妹妹吗？云海许家，这套别墅恐怕是许晴晴的吧？果然穷光蛋，还是穷光蛋。福哥。你藏得够深的呀。时间不早了，你们自己挑客房休息吧。哼，还休息？别刚睡着就被人轰出去了。大家也不想想，平日一个穷光蛋怎么可能拥有天府豪园的别墅？我想这套别墅是许晴晴家的吧。嗯，没错，是许家的。福哥，到底啥情况？不过现在已经是我的了。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，秤主还在楼上呢，咱们在这儿过夜还是得和真正的主人招呼一声吧。学姐让我们来避雨，你站出来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搞了半天原来是学姐的家啊。好心好意让你们来避雨，不是让你们来找不自在的。不想留在这儿的现在就可以走。萌萌，送客。门口在那边，各位请吧。你们管得着吗？学姐都没发话呢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还装上瘾了？呸！喂，我说你们干嘛呢？啊，学姐好。现在立刻给老娘滚出去！学姐，是吴福让我们进来的。对啊对啊，他刚刚不是让你走了吗？别墅是他吴福的，他想让谁滚，谁就得滚。还真是他的，别墅真是他的，还不走？难不成是让我亲自送你？请吧。我走。还没睡呢。哼，觉都让你吵醒了。福哥，你个禽兽，这才多久就攀上白富美了？终结。上一世我用了3年才突破炼气境，没想到重生过来几天内，我已经到了炼气境终结。怎么？星辰境剑柄如此躁动，是发现了什么吗？我们走。正好还能看到星辰剑的剑柄。回来了，铸造万年的星辰剑慢慢的要回来了。待我集齐星辰剑，就是尔等覆灭的时刻。哪怕你们早已飞升五道巅峰，位列弥天界，我也要将你们血溅3尺。
社长休学归来。社长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休息了挺长一段时间，也是时候回来了。这里有人认识吴福吗？社长，我认识，我认识。在哪？他是新人，刚来这里就得罪了贺天昊，现在正被人堵在校门口呢。这一次恐怕是凶多吉少。社长认识他？不认识。那个该死的流氓！啊，去！看什么看？该干嘛干嘛去！天昊现在是越来越不行了，就这种废物也让你出吗？彪哥，废这小子的活让我来。等会还有课，你们一起上吧。还给老子装，揍他！送你去医院。他以为贺天昊会请几个能打的，没想到还是几个喽啰。我就说，能打贺家二少脸的人定不会简单到哪里去。表哥，抓住他了，快动手。云海大学周边敢在我大彪面前狂的人还没出生呢。死狗，找死！你主人后半辈子恐怕都要在床上躺着了。赶紧给他们叫个救护车吧。对哦，吴福他再怎么废物也是我们云海大学的学生，我现在就叫。不是给那些混混叫的。混混？社长，为什么给混混叫啊？他才不是废物。你本来还能被扶着离开的。怎么回事？他的力气突然变大了。哼，还给老子装。可惜。雪哥，去死！彪哥，你没事吧？彪哥，找死！愣着干嘛？一起上！弄死他！上啊！这哪里是废物，简直就是一个活阎王。那好了，你把他抬起来，跟着我走。大哥，我奶奶今天结婚。那安静。是社长，吴福抬着那个混混去找贺天昊了。贺家就祈祷贺天罡早点回云海市吧。浩哥，大彪都被您请回来了，吴福那小子这回算是彻底完蛋了。就他吴福得罪了天昊能活到现在，已经是天昊仁慈了。从今往后云海大学再也没有吴福这个人了。像他这种人死不足惜。吴福，你是在找我吗？还是找他？吴福，怎么可能？哎，你一个新人，进门的时候连敲门都不会吗？还真把我们这些学长当空气了，是吗？识相一点，现在就滚出去！老子说话你是不是没听到啊？这里没你们的事，都给我滚一边去！还只是个新人，就这么嚣张啊？他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厉害了？喂，我去给阿浩报仇，你帮我照看一下。混蛋！吴福，这里是学校，敢在这儿闹事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现在知道怕了吧？趁现在我还没生气，你最好现在给我滚出去！探哥和他废什么话？臭家伙，打他！
不想死，现在给我滚！你给我等着！吴福，你想干嘛？你以为有点本事，就能在我面前嚣张了？以我贺家在云海的分量，废话真多。想报仇，我随时奉陪。不过下次别再找这些废物。天浩，天浩没事吧？贺天浩只是个二世族，以你现在的实力对上贺天罡，绝对没有胜算。你惹到大麻烦了。还说不好到底是谁惹到了麻烦。切，自大狂。爸，你一定要帮我干掉他。你哥已经知道这件事了，过段时间就会回云海。你放心，在云海还没人敢灭我贺家的威风，在此之前我倒是想会会他。二少爷您放心，吴福他只要是练气节，过几天我就让他彻底消失。福哥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慌慌张张的？周探带着教导处的人来找你麻烦了。教导处主任是周探的舅舅，趁着他们没来，赶紧出去躲一下。打了人就想跑，没那么容易。勾结校外人员殴打本校学生，学生宿舍私自养狗，罪加一等。主任，福哥才没勾结校外人员，那些人是贺天浩叫的。让你开口说话了吗？一边去！别费口舌了，他们所认为的实力只有金钱，所以福哥别都给我出去。吴福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我劝你最好老实点。需要我送你吗？吴福，这件事我上报给校领导，一定要从重处罚。舅舅带上我呀。舅舅，我别丢下我一个人啊。福哥，咱们会不会把事情闹得有点大呀？毕竟，哎，大家都静一静啊，静一静，给大家通报一件事情啊。吴府扰乱校纪，目无师长，更殴打贺天浩同学，重伤住院。早上我还看到他在校门口被人堵住了。没听错吧？是真的。早上贺天浩叫人堵住了吴府，反被吴府教训了。经学校领导商议，决定开除吴府，以儆效尤。是贺天浩主动找吴福麻烦，怎么触发吴福啊？要怪就怪吴福得罪人太多了，主任可是周探的舅舅。哼，跟我斗，分分钟让你从学校消失。吴福，你可有异议？有。嗯，去抢枪，这里可是课堂，快出去。主任，自我成立武道社就是维护本校学生的声誉和安全。他吴福也算在内，进去。没能耐打过吴福，现在还想反咬一口，我武道社可不答应。虽然多此一举，不过还是要谢谢你。哼，自大狂，没我将大彪带来，我看你怎么洗白自己。对付他们不过是挥手间的小事。阿星之物居然蜕变了。吴福，你已经被学校开除，要是还敢在这里闹事，我现在就报警。没证据证明你说的，现在就赶紧滚出学校。许晴晴可是许家的掌上明珠，要真向校方施压，吴福督办没事。要怪就怪你没点背景还想装呢。死去吧。我想这是个误会啊，你说呢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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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怎么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回事？烧得这么凄惨？救！救救！是他，一定是他干的！混账！敢在我面前出手伤人！你们有证据吗？去外放！我错了！我的名字可不是你能叫的。爸爸！我要死了，请放过我。那能不能说出实情？是贺天昊叫人毒无福，这一切都是贺天昊指使的。无福？怎么，周探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？事情我会进一步调查清楚，现在撇清关系未免有点早。希望主任公私分明，还我武道社社员吴福一个公道。武道社员？没错，刚才收的。这家伙什么时候勾搭上许家了？许同学放心啊，我们教导处一定会秉公执法，绝不偏袒任何一方。我什么时候成了你们武道社的社员了？收你进来是防止他们继续诬陷你。我堂堂许家在云海那也是说一不二的存在。社长，吴福走了。你还真以为有点本事就能解决这件事？哼，自大狂。怎么就你在家啊？小胖呢？福哥，我去修鞋了。我们也出门吧。谁？原来是小哈呀。那吴福也来了对吧？看姑奶奶怎么救出你这只色狼。小哈，小哈，小，哎，还真有点本事，可惜落在我的手里，同样也是死。徒手接白刃，这小子果然有点实力。自我重生以来，还没遇到像样的对手，我就陪你玩玩。一个练气界终结的实力，敢在本大爷面前嚣张，找死！人才不是还很嚣张吗？我怕一出手就将你杀了。死到临头了还想装呢？不陪你玩。气化形，这不是你气界该有的实力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不配知道。明明只是练气境中阶的实力，却能吊打练气高阶的修仙者，这家伙果然没那么简单。小子，不想让你小女友死掉，就乖乖的按照我说的做。你误会了，她不是我的女朋友。喂，有没有人性啊？姑奶奶，我现在是人质，你不救我就算了，还解释？什么情况？化仙境的高手！发生什么事了？爆炸？好像在里面。你想饶命啊？姑奶奶，我动动手指就能要了你的命，还拿我当人质？看你是找死！等等，你可别乱来！没有解药，这女娃娃必死无疑。
吴福，我还不能死。有我在，你死不了。还有一丝残留。亲和的灵气，好温暖，就像……市长，你们继续。打扰了，我们先走了。毒素已经拔出，没事了。谢谢你。他的目标是我，救你是应该的，不用谢。还能再直男一点吗？伯父，是吴福的电话。失败了吗？开扬声器，接。3天内，我要看见贺天浩来学校给我下跪道歉，这是他最后的机会。好一个贺家，还真以为有了贺天罡就可以在云海为所欲为了？别自作多情，他们冲着我来的。你死木头！凭他，也配让我上门道歉？天罡过2天就会回来了，吴府必然会死得很惨。福哥，小韩越来越得寸进尺了。前些天还咬坏了我的 AJ， 现在居然撒尿到我床上。没夸你，金哥，吴福救出这里，进去。福哥，你不会又得罪了跆拳道社吧？我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，怎么得罪？金哥，社长让您教训的只是个新人，他可不是一般人，打伤了社长的家人，就算要了他的命也不为过。跆拳道社的社长是贺天罡？没错，老大休学1年期间，社团由我打理。小子，社长的名字是你叫的？又派些废物过来。啊！我去！呀！都给老子上！福哥小心！就这些酒囊饭袋，还威胁不了我？嘿，你小子越来越狂妄了，送他去医院！不是要送我去医院吗？来，继续。一起上！不知死活！就练气性这点实力，对付普通人还行。可对上我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还有点本事。金哥没事吧？找死！谁？在云海大学欺负我武道社的人，问过老娘了吗？哇，武道社的人来了。这件事和你们武道社无关，我劝你们武道社最好别管，免得惹祸上身。不就是贺天罡那货要回来了吗？老娘等着。这事儿没完。武道社随时奉陪。废物就是废物，死到临头了还躲在女人的后面，敢出来和我单挑吗？福哥，这么明显的激将法，你可不要上当。好呀。他修为比你高出一个境界，千万不要逞能。是不是傻呀？下午体育馆，我等你。金哥，想弄死他？对，弄死他。福哥，你干嘛答应他？因为好玩。青云笑手段卑鄙，你就算输也不能丢我们武道社的脸。我什么时候加入武道社了？我不管，总之你就是武道社的成员了。社长，这样会不会太儿戏了？有什么儿戏的？我们武道社向来是靠实力说话。还包括小哈在内，都是我武道社的。我居然没有一只狗重要。